我简单问候一下。那今天呢，最主要是我们这个不折纸飞机的这个活动。我刚刚在外面好奇问了一下哦，不折，那用一张这个吸盘，它是让它如何飞起来的？那我相信今天我们这个陈明理事长跟他的服务团队很用心办这个活动，那很特别，我也觉得好奇，我想。问候完，我们在这边搭一下好了。我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可以让这个不用折，那一张平纸就可以飞起来哈。我也很好奇啊，所以等一下也来跟大家一起探索一下。那我相信这个活动顾名思义就是要让大家的脑力激荡一下，去发挥我们对这个科学啊，对一些这种科学的这些原理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它不用折就可以飞起来？那今天是假日，礼拜天。那季姐在这边呢，也要祝福所有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今天都可以在这边有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也祝福大家都可以顺心如意，谢谢。我想看的。好，各位都知道，周志开是。